李芳爱美酒店婚宴方案。嗨，栗子小伙伴，今天要分享的是李芳爱美酒店的婚宴包套资讯。婚宴场地在高楼层，视野广阔，每个角落都美美的，超好拍的。感谢 Weddings 新娘物语邀请，婚宴桌菜由行政主厨制作出广式料理，从小菜就精心制作，烧腊、龙虾沙拉、烧鹅，都是从食材到上桌一手包办。经典的花好月圆，制作出可爱的面包盆，酥脆可口的外皮，搭配包馅的地瓜球汤圆组成，金银蒜针海虎虾，满满的松露蒜，好香，好好吃。有主厨自制的鲍鱼酱汁，浓郁不锁喉的顺口甘甜。红酒蘑菇猪肩排，使用天然的蔬菜汁腌制猪肉去腥味，经过煎烤的调理过程，直至骨肉分离，肉质细腻多汁。使用是澎湖的龙虎斑清蒸上桌，肉质细腻，清蒸制成还能吃到鱼肉的鲜甜滋味。荷叶飘香，摆上腊肠、干肠，腊肠的甜味都浸润到糯米中，清润食材制成，顺口甘醇香。绚丽厅有提供文定仪式的场地，采用情境式灯光效果以及挑高空间，墙面都是可以播放照片或影片的。星空厅绚丽夺目的情境灯光效果，随桌摆放的花束布置，提供果汁畅饮及红酒，不论新人选择什么婚礼方案，都还可以入住31坪的爱美套房。这个房型在台中的爱美酒店只有15间，属于中高价位的房型哦。超大的更衣间可以摆放礼服配件等等，宽敞又带有柔和光线的卫浴空间，这美丽的环境让新人有美好精致的婚礼。台中全新婚宴场地就在台中站前的李芳爱美酒店。如果喜欢我的介绍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栗子小伙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